Hello， 大家好！今天刮这张乐刮2000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100万元哦！还有超过13万个2000元和以上的奖项，玩法说明在这里哦。任意一个您的号码，对中幸运号码，记得看号码对应的奖金，或者刮出这个钱袋符号，记得奖金2000元。这次发哥挑选的尾数是73号，号码是00493603 00493063。它有超过10万个2000元含以上的奖项，希望这张尾数是73号的，也是其中的一张。另一个您的号码，对中幸运号码，还是钱袋的符号呢？有没有可能出现呢？马上来开刮就知道喽！来，先刮出第一个号码，幸运号码是17、19、12、17、19、12，还是来个钱袋，17、19、12，来个钱袋。十七十九十二，十七十九十二，十七十九十二，快速刮了。十几，啊，16，好可惜哦。啊，不能看到一开头，上面都二开头的，要17、11、11、12、1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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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21、27，怎么都开头了？24。15、11、12、19，哦，真的是，来，叫，还有最后应该还有吧？29、11、12、19有没有？难 K 啊，来这哦，11、12、19。是哇，竟然是不是？哎，乌龟了耶！真是，刚才看，可是刚才不是有看到 T 吗 ？T 还有个 TW 哦，哇，这里有个 R 啦，是 TW 啊，太过分了，好讨厌的感觉啊！一开始发哥有瞄到这个 T， 看 TW， 想说这两张，这一张应该是200块啊，应该是至少中200，可是因为刮他的这个幸运号码是11、12、19，这边都没有28什么22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刚一看这里有个 R 啊。所以这只乌龟代码是什么？哎 ，TW 啊，就乌龟啦，也没有钱袋符号，噔，干枯了，做公益的啦。哎，这款真的是哦，真的是在拼2000块的，不然真的觉得它其他的小奖好少哦，就是拼2000块的啦。它中奖率我记得好像我忘记了，这个也出蛮久了。不过真的是好玩是好玩啦，可是这个真的就是要拼2000块的那一张。好，最后来做个总结。这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乐刮2000刮刮的尾数73号雪糕杠菇，做了200块的公益咯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